来了，我最多还你10块钱啦，我还你10块钱最多了，我没有了啦。我这物件无够啊，我啦，我要求你啦。不错。啊，你叫我要怎么办嘛？啊，我要怎么办？12块你丢50块下去，你现在叫我捞出来还你。你说你没有钱。500块你那个咋扣你？你放50块下去，叫我还你500块。我50块啊，我要求你啦，好不啦？好不啦？哎，大姐，不要这样啦。好不啦？你放我要求你啦。你放50块下去，说投错钱，叫我还你500块。哎呀，我今天真的遇到。哎呦，拜托！我拿500块给你啦！哎呦喂！来了，我最多还你10块钱啦！我还你10块钱最多了，我没有了啦！我才比较不高啊！你就丢10块钱的，12块的，哎，你丢12块的车钱，我还你10块钱啦！还要再给你50块，哇！我今天是怎样运气很好呢？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